卖烟污民建联证书撑公投，有礼义廉 logo， 有企鹅，编号用8964行头，吸埋民建联最无耻印鉴，成为20蚊张。呢张就系网民 Kelvin 设计嘅烟污民建联证书，迟啲仲会喺证书度加个绿公仔，讽刺民建联争取绿公仔延长2秒都要赢叻。咁就係希望呢就籌募返我哋第日即係行動關於即係煙霧民建聯有關嘅行動嘅經費啦，咁樣咁希望大家呢就踴躍多啲去到認購呢一張嘅證書啦。 Kelvin 之前喺 Facebook 發起群組，我相信可以召集10萬個煙霧民建聯的人，今次賣證書籌款都以10萬人做目標，希望籌到200萬撐公投。不過 Kelvin 就擔心啲錢會被視為泛民候選人選舉開支，所以具體點做仲要研究。可以肯定的是，部分钱会用来监察民建联，亦都会同支联会合作搞活动。 Kelvin 说，至今已经有120人认购证书，利用 Facebook 筹款参与政治活动，在外国很流行的了。在香港就由一班大专生创先河，大专2012上个月就用这一招筹到选举案金，接下来还会在 Facebook 筹募宣传经费。